什么都什么都奇怪，我是阿生。这一期啊，我们要抽出泡泡玛特啊的泡泡蒙利的小笼包系列，然后啊，我们将会抽出四位的幸运网友赠送小笼包或者是汤包一颗。然后啊，这期的关键字啊，就是它是哪一个城市的限定款，它是上海限定款。所以说啊，找关键字啊，包含上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复制连结，至页上抓取留言，然后啊，关键字啊是上海，输入一下关键字，然后抽出四个哦，就是小红包跟那个汤包各两位，然后准备抽奖。恭喜，看一下第一位，他叫做 AVA 空格一，恭喜这位网友。然后第二个是梦中梦炫，还是中梦炫，好，恭喜你。第三个是雨欣，恭喜雨欣。第四个是真哦，恭喜以上的四位啊。然后再把姓名、电话、地址跟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的截图，没有给我们小编，我们小编就会把小红包或者是汤包寄给你们。OK， 大家拜拜。